我是今天的 host Frank，然后我自己目前在美国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当博后，然后我自己的领域其实跟这个比较没有直接关系，我现在是做生物医学相关的领域。However，我大学的时候其实是念化工，所以跟今天的讲者一样，就是讲者自己过去的大学研，就是训练其实也是化学工程，然后现在是走比较偏能源相关的研究这样子。那 bartend 的话，他现就刚才已经提到，他在台湾是就是 chemical engineering by training，然后后来在2016年到英国 Birmingham University of Birmingham 完成他的博士学位，然后呢，接着呢就到 University of Exeter 去完成他的博后训练。那今天他的研究主要就是针对他前一阵子之前在博后的时候所做的一个研究，那刚好前一阵子那时候我还在德国，我的 PhD 其实在德国。那他前一阵子那时候，我还在德国的时候，他刚 转换他的跑道，然后目前在苏黎世，然后在 Emper 当 scientist 这样子。那我就把时间交给今天的讲者，Barton。好，感谢 Frank。那大家好，我是 Barton。那 hopefully 可以看到我的 slide。大家可以看到我的 slide 吗可以，没问题。？OK，好，好，感谢那 Frank 的介绍。那就像他先前讲的，我今天要 present 的内容是我前一份工作在英国的时候，花了2年时间在一个跟离岸福斯离岸风力发电有关的一个 project，然后这样今天会跟大家介绍一下我那2年的一些成果。那首先大家介绍一下有关于我之前在台湾有工作过蛮多年5、6年的，还有在业界待过，然后后来经过1年的 gap year 之后呢，我就去英国的 University of Birmingham 念 PhD。那我的研究是跟储存风能有关。那因为我当初的实验 group 是做热储能的，所以我的那时候题目就是要如何把风能储存在热储能里面。对，那我后来呢，毕业之后我就去 University of Exeter 的，他在康沃有一个 campus，那是专门研究那个很多Offshore renewable energy 就是离岸的再生能源，那其中有一个 project 就是这个跟福斯风力发电有关的。那但是呢，这个 project 结束之后，我现在人已经2个月前搬到瑞士，所以我现在有点离开离岸风电，但是我在这里还是会做一些跟能源系统还有风力发电有关的研究。对，主要是能源系统。对，那首先我想介绍一下。我之前在那个 project 在做什么？那它的缩写叫做 CFA，就是 Conwell Flow Accelerator。那基本上它的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要加速在英国西南部福斯风力发电产业的一个发展。那这边有一个很大概的图，可以大家看一下，这就是那个 Great Britain Island，就是英国的这个岛在这边，那你可以发现这图上是现有离岸风电的安装的位置。你可以看到大部分大概都是在北部苏格兰或者在东部那个Great Britain Channel 那边。那在西南部这边基本上是没有任何的离岸风电的，在这个西南部。那我们的研究单位呢，它就是 base 在最这个西南角这个地方。那我们从下面的各个 logo 也可以看出，这个 project 其实是有跨很多领域。那其中除了 University Exeter 之外，还有一个 University Plymouth。那整个 funding 的来源是从英国政府，还有一些那 European Union，就是欧盟有一些 funding。那其中 local 我们合作当然就是 Celtic Sea Power，基本上它是有点半官方单位的一个组织，最主要就是要整合当地的业界，还有那个研究单位去推展那个附近的那个风力发电的发展。那另外还有一个类似台湾工研院叫做 Offshore Renewable Energy Catapult，那它就是英国政府出资专门推动这个离岸再生能源发展，那这也是我们的 project partner。那 University Exeter 就我之前的团队呢，它最主要就是要
的目标是要 develop 一个我们称作 EC simulator。基本上呢，它的目的就是要去做，就是这么列的三点。我们会希望去模拟整个离岸风场的一个生命周期，从设计、开发、建制、维运到最后的除役。那我们最主要就会去估算整个风场的一些 KPI，比如它的成本、它的碳排。还有这个能源投资，那能源投资大概介绍就是你在建厂的整个过程中，你会消耗多少的能源，然后在最后我们再对比上，你最后可以产生多少能源，然后来看这个投资是否能源投资是否有回本这样子。然后最后一个部分就是，最后风场建立之后，我们要怎么样利用这些能源，然后跟现有的能源系统结合，譬如说电力系统，或甚至是在发电这个sorry 那个 natural gas 就是天然气供应这个部分的这个供应。对，那给大家看一下，就是 KLTC 呢，它其实就是在英国跟这个爱尔兰中间这个海峡叫 KLTC。那英国目前的规划是在2035年要有4 GW 的安装量，可能大概就是在红色，大家可以看到的红色的开发区域。那其中在2045年，它预计会有20 GW。那可能这些区域最后可能都会有些部分地方会被 cover。那基本上这些都是我们要在 project 面要研究的一些地点这样子。那在一开始先跟大家介绍一下，因为这个 project 基本上已经结束了，所以呢，我们基本上不同的 partner 他都会把他成果写在一个 report 里面。那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上这个网站，就是你查 KLTC cluster，那就会有一个 resource 的部分，就可以看到很多不同的 report。那基本上我们研究单位最主要贡献就是这两个 report，第一个就是我们这整个 simulator 它的。我们建立了一些它的机械基本原理，还有一些它的架构。那最主要还会有一个 case study 去看说它这个 run 出来的成果是怎样。然后另外一个是跟energy vector 是在辐射风力发电在不同的能源 vector 中它的扮演的角色之类。其中跟我们还有特别研究如何去让那个船运输这个部分去如何达到减碳？对，那有兴趣的话，大家可以去看一下。那另外一个 report 跟有点相关，是那个我们 partner 写的是跟 green hydrogen 的一个那个 production。那因为今天，不确定大家的是否都在完全就会了解这个离岸风力发电，所以我今天的 talk 会比较 general 一点，就希望可以 cover 到一些不了解离岸风力发电，然后但是也可以 cover 到一些跟我研究比较深入一点的内容。但一开始我还是先大家介绍一下什么是辐射风力发电 （floating offshore wind）。那如果大家常看有在注意台湾的新闻的话，你就会知道说台湾现在离岸风电还装的如火如荼吗？对，那基本上它现在装的都是左边这两种传统的，就是你要会打一个那个 foundation 固定桩在海床上。那当你浅一点的话，你可以打一根就好。那你可能比较深一点，可能就会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 foundation，会有4个角这样子。那这个是基本的一个。目前现有还蛮成熟技术的一个离岸风电的技术。那当你到水深一点，基本上大家都会说大概50或60米以上的话，那你可能用这种传统的这种有固定桩的话，就可能成本就会不划算，因为那可能就非常的高，而且你可能机具很难去安装。那所以后来就会有提出有这种我们称作 floating offshore wind 的这种技术。基本上呢，你就是让这个 wind 吹把浮在一个浮台上，这上面有列3种不同的浮台设计。那但不管怎样，就会有 mooring line，就是它那个绳子细缆把它固定在透过那个 anchor，就是你的锚固定在这个海床上。那因为依据各种不同，可能海上特性，还有你海的深度，你可能会选择不同的一种 platform 的设计。对，那如有兴趣的话，给大家看一下，在欧洲这部分，
大概的水深是多少？你可以看到黄色的部分，就是目前大家比较多装那个离岸风电的，大概是40、50米左右。有一些浅一点，红色的部分可能就是5米、10米之类的。但你可以看到，其实大部分的地方都是超过100，可能超过60或100米以上。然后，所以这是为什么很多人在研究离岸风电，最后会认为说，这 floating offshore wind 的技术是，能否充分利用离岸风力的一个关键技术？对，那在图上可能看不太出来，但是西南部基本上都是超过60米以上，所以这是为什么在这里大家都准备只会有 floating offshore wind 的 wind farm 在这里。那在这里可能要再转换一个很有趣，我觉得还蛮有趣的题目，就是我们在过去 project 2年内，我常会跟其他不同的 project partner 讨论。那其中有一个 partner，我觉得他讲了一个我觉得还蛮有趣，还有蛮有趣的一个故事。因为他之前是做这种 aviation，就是航空业的，那他就提了一个案例。可能大家不知道看到这个图，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这架飞机？但是这个飞机有一个特别点的地方，就是它是在 3D printing 这个技术出现之后呢，这个 GE 它再去重新设计这整个 airplane。因为虽然航空业已经发展了可能十几甚至上百年，但是很多传统的技术，不管是引擎设计还是一些零组件的设计，都是建立在传统的一些 manufacture 的制造的一些技术上。那自从 3D printing 出来之后呢，其实很多设计的思维，它其实是可以彻底的改变的。所以呢，GE 就是因为3D printing 出来之后，他们就说，好，我们把之前的一些设计的一些概念或逻辑或架构全部都把它忘掉，那我们重新全部都从 3D printing 来建立。那你可以看到这边最后得到结果很有趣，最后整个引擎部分，它可以达到，比如说5% 更轻，然后甚至还可以20% 更有的那个燃油效率之类的。那所以这是一个我那个 project partner 提出来的案例。那基本上他想要表达就是说，其实浮式风力发电其实也是在这个有点像是在这个阶段，就是产业还在刚起步的阶段，还有很多各种不同的技术出来。那其实这时候反而提供我们一个机会去把它用。可能可以翻新我们之前的一些做事情的架构，然后反而可以得到更有效的一个效果。那要提到这一点呢，就要我会建议大家去看一篇这个 NREL 就 National Renewable Energy Lab 的一篇 paper。NREL 是在美国的再生能源的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实验室，国家实验室。那他在2020年提出一个很有趣的 paper，基本上他就是用一种系统性的思考的方式呢，去看整个浮式风力发电的一个设计。那首先呢，这边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图，就是告诉大家说，在一个产品的设计，它可能会从一开始最左边的，你会有一些 concept 出来，会有基本的 planning，然后它慢慢到最右边 prototype 完之后，你可能会有一些初步的 production，之后你会有一个 loss mass production。那基本上都会有两件事情，一个就是你 design uncertainty 一开始会很高，就是绿色的部分。那但是随着 develop 的过程中，你慢慢可以收敛出，哪些你知道哪些不好，哪些是你想要走的。但同时呢，你可能在某个 moment 到后期，你会发现说，其实这个设计可能不好，你要重新去改。那这个咖啡色这条线呢，就是告诉你说，你在越到后期，你改变中的成本有多高。那为了解决降低这个 uncertainty，还有你未来要改变设计这个风险，那基本上大家最常做就是你会去做一些不管是实验还好，但最常做的就是可能会去做 modeling，因为你去用那个电脑去做一些模拟的时候呢，你不用实际上去做一个超大一个东西出来，你可以做一些基本的一些筛选。那在这个过程中，基本上大家会分成初期会有一个 low fidelity，就是一些解析度可能比较低，就比较初估的一个 model。然后再到中期的时候，你可能就会有一个 medium fidelity 的 model，到后来就会 high fidelity，可能会非常的细致，因为你已经有所谓的 prototype 跟 detail 出来了，你可以去做一些 dynamic 的模型之类的。但这个 model 可能会有一些缺点，譬如说你初期的，因为可能你没有考虑到后面的一些细节，所以可能会有一些 mismatch 的过程。
那所以后来他们就提出一个概念说，哎，那有没有可能我们建立一个 model 可以去把这三个不同 label 的 fidelity 都给 cover 到呢？对。那所以他后来呢，他们就提出了一些他们的 model。那其中在提他们的 model 之前，那篇 paper 也提到一个很有趣的一件事情，就是过去在我们这个种我们叫 bottom fix，是固定桩的离岸风电的发展的时候呢，它发展的模式有点叫做 iterative，就是你会有一个发展的 cycle，譬如说先有人去 design 那个 turbine。再有人去背上那个 turbine，就是 design 的substructure，就是一些其他的元件。然后之后呢，你再会去设计那个 controller。然后全部当你这三个东西全部都在一起之后呢，你试一试，哎，就发现有些不行。然后再回头再去重新设计的 turbine structure 跟 controller。然后跟整个 wind farm 的 development 是一样，你可能会建一个你的这个 wind farm 可能不同的 array 的建法，然后你会有再加上一些 balance of plant，比如说 substation 啊之类的，你可能会之后再应用一些维运上的一些 strategy，然后当然最后你就发现说啊，这个方法可能不太好，可能 run 了3、5年之后你就发现这个问题，然后再回头新的风场再去这样子设计。那这个的缺点就是你可以发现说，其实不管英国也好，基本上现在会有。如今天这种离岸风力发电的规模很大一部分都是，从过去的一些错误去学习来，然后最后得到这个结果。那这个可能就花比较多时间。那所以呢，在他们这 paper 中，他就提到一个想法，就是说，哎，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建立一个架构，把这些刚刚提到所有的因素全部把它整合在一起，然后最后看可不可以做一个整合这样子？对，就等于说我不会只解其中一个，不会只优化其中一个部分，而是我全部都一起考虑一起优化。那细节在那个他的 paper 里面，他要提出他们的一些 model。那但我想要借用这篇 paper 的一个概念，会引申到在我之前的 project 为什么要提出这个所谓的 EC simulator。因为，基本上当初我们这个模拟器的概念是希望把生命周期中不同的一些设计或者是考虑的点，全部都把它可以考虑在这整个 simulator 里面，有点像是说你要模拟整个离岸风电的一个这个supply chain 或者是一个整个 industry，那你可以不用像过去。那个 bottom fix 一样，你可能要花十几二十年 try and error 才去学到一些东西。那我们可以在这个 simulator 里面去，就可以去做一些测试，至少可以初步淘汰掉一些选项，可以知道你大概的方向是怎样。那这是我们这个 simulator 的一个，为什么当初要建立这个东西的目的？那其中我们当然，免不了一定要量化一些数字，所以我们最主要有看关心，就像前面提到有三个 KPI，就是它的成本、碳排，然后还有那个它能源的那个使用，还有产生的情况。那好，再往后面提一点，先跟大家介绍一下，目前可能大家都还知道，就是。Wind turbine 它其实有越来越大的趋势。那你可以看到，早期可能现在在台湾的岸上海边的那个 wind turbine 可能大概是1或2 megawatt 的这种大小之类的。然后早期的wind turbine 可能可以，offshore wind 可能你装到5、6 megawatt，甚至现在可能有到8、9 megawatt 之类的这种大小。那未来我们可能在我的 project 里面，我们是预估会有。在2025年和2030年，基本上是预估会有15 megawatt，至少15 megawatt 的这个 size，所以可以看到这个东西其实是越来越大的。那如果你跟这个台北那个星光大楼比起来的话，那你可以看到说它其实到时候可能会比星光大楼还高，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东西。那这个就会造成了很多在不管是在维运或设计或者是生产过程中都会很大的挑战这样。那因为我本身研究是能源系统整合的部分，但是我还是会前面我会先提一些它浮式风力发电技术上的挑战，那后面我会再介绍说呢跟能源系统整合，那这部分我大概会跟大家很快介绍说大概是有哪些挑战，那这一个是一个基本
不是风力发电的一个结构，那基本上你会有一个 wind turbine 在这边，会装在一个这个 floating offshore 的 platform 上。那这个 platform 的设计有很多种，那目前也没有说哪一个最好，是或哪一个不好，这可能需要一段时间去测试这样。然后之后呢，它会在先前讲会一个 mooring line 或 anchor 去把它接在一起。那这个 mooring line 跟 anchor 其实也有很多不同的 design。那 mooring line 它有那种金属的，也有那种用类似塑料 polymer 的那种的材料去做这个 mooring line。那 anchor 也会依据它不同的 seabed condition，就海床的那个状况，它也会有不同的设计。那除此之外，它跟固定式的离岸风电很大不同是，它就会有一个叫 dynamic cable，是因为它的电还是要传输到某个另外一个地方去，就是去你的另外一个 turbine 去 substation。那在这个情况下，因为你的 platform 是会浮动会动的，那所以这时候它就必须要有一个 dynamic 的 cable，就是它这个 cable 它随时都会动，还是会随着平台一直在动。那这就是一个算是比较新的一个技术。那目前呢，很多人都还在测试。对，那其中有一个很关键的技术就是它的那个 connector，因为在浮式风力发电，有一个特点就是你可能在某些情况下，你会可以把它拆掉，然后把它拖走，或是你在装的时候会在其他地方装完之后再把它整个拖过来接起来。所以你到底要怎么样去把那个 cable 跟你的 turbine 接在一起呢？这个就是一个很有趣的东西。基本上有分成 wet connection 跟 dry connection，就是基本上你可以在水里面直接接呢，还是你一定要保持干空气中在干燥的地方接起来？那这也是有一个技术的挑战在。那再来就是在 offshore 的 substation，那因为目前来说，如果你一个 wind farm 可能只有一两个offshore substation 的话，这个叫变电站，那它的成本不会因为它不用太多，所以even 是你可能有在水深300甚至到400米以上，你可能装这个 substation 还是可以的。所以基本上早期的话呢，可能你会看到虽然 turbine 是 floating 的，但是你的 substation 可能还是会有这个固定的这个 jack up 的 structure。那这是大概这个大概的架构。那其中有几点就是还有很多在技术上有 innovation 的部分，譬如说就是有一些技术上可以有创新，还是要在测试的部分。譬如说它在这 mooring line 就是这些细缆的部分，目前最基本就是你可以都自己固定在海床上。那现在有一种研究就是说，那你哎，那不如你就把它连在隔壁另外一个 wind turbine 上，因为你可能整个 wind farm 会有10只、20只之类的，你可能中间就把它连在一起，变成一个网状的，那可能就可以省下一些 anchor 的一些成本之类的，或是你整个 structure 的移动会比较稳固。那另外还有一种就是 interact cable，因为它的这 interact cable 的 layout，那因为呢，就像先前提的，这个 turbine 有可能在坏掉的时候会被拖走。那因为目前都是这些 cable 是一个连一个的，你可能一串会有5个或6个。那万一中间有一个拖走，或是甚至是中间有一段坏掉的话呢，那你其实你后面的电都传不到那个你的 substation 去。所以它就会有一种设计在想说，哎，那你是不是要把它连成一个 loop？那这样子的话，你其中有一段断掉，至少你还可以从另外一段连起来。那这个就会牵涉到你的 failure rate，还有你加的这些成本呢，你到底要一次要串几个，这些很多的问题，所以这些也是一些工程上会需要建立 model 或是从 mathematical 的角度去解的问题。那另外还最后一个，大概我这么理解的就是 substation，它在水深在更深的地方的话，ideally 你可以用浮动式的这个 offshore substation，但它的困难点就是在你的 export cable 就是最后你封藏的能源集中在你的 substation 之后，你会有可能会有一根或两根这个 export cable 连接到你的岸上。那这个 cable 就因为它的 capacity 比较大，它都会比较粗。那至于有没有那么粗的 dynamic cable，目前是一个问号。那所以就有人说，那如果再水深一点，那是不是你就把整个 substation 把它装在海床上，那你就不会有这个问题了。那这些也是目前大家有在讨论的一些研究的方向。那目前，那另外我们研究 project 里面还有研究部分是
像第一个，这个就是他在 manufacture 跟 supply chain 的时候，他其实会遇到很多挑战。譬如说，尤其是英国的西南部，目前没有任何的离岸风电的产业在，基本上它也没有任何大型的工业在那里，只有一些中小型的造船厂。那基本上呢，你在海港，你要有足够的一个 lay down area，就是你要足够的腹地，你才能去做这些 manufacturing 的这些事情。基本上，这个就需要去，你要去找到底有适哪里有适合点，然后你要去选择适合点去 upgrade，或者是你到底要选择在欧洲或其他更远的港去运输呢？这些是一个还可以未待解决的问题，所以这也是 我们在 project 里面要解决的其中一个问题，就是去模拟这个 supply chain，就是它的供应链，那到底要在哪里去做你的安装，还有这个生产，那还有其中。另外一点就是很有趣，就是你还因为风机越做越大，那你是否有这个crane，就是这个起重机去把这个东西吊起来呢？这也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就是目前还没有足够很大的 crane 可以去吊，可能到15 MW 的这种 turbine。然后其中有一个可能大家在离岸有看过福士风电的platform 设计的人，你就会知道说，像现在这里它有三个浮筒嘛，然后你可以看到它 turbine 装在其中一个上面，那你就想说，那为什么不把它装在中间呢？因为装在中间它的结构会比较平稳嘛。那其实这个目前主流的是装在侧边的原因，是因为目前没有那么大的起重机可以把整个 turbine 吊很远，把它放在中间。这是为什么你看到大型的有 demo 的这 floating wing 的设计，它都是放在侧边，因为你的 crane 吊不了那么远，所以其实有些设计，其实如果你只考虑turbine 或是你的 floater，你可能就会说啊放中间就好。但你如果从整个系统的角度来看，你会发现其实有一些技术上限制你是不能这样子设计的。然后最后还有一些要讨论点，就是你不管在安装你的 anchor 或 mooring line，或是你要在海上做一些吊装的这些工作，它其实都要很大的这个船，这个 vessel 去工作船去支援这些工作。那目前也是，如果你要谈15 MW，可能很多现有的船可能都没办法达成，所以这也要搭配说你的船到底要怎么去设计，还有一些其他配套的一些 equipment 怎么设计。那基本上在我们 project 我们也有建立一个，我们叫做 logistic，就是类似后勤，还有这个安装它的一个模拟系统，模拟模型。那基本上就是可以去考虑一下，你要在哪一个海港，或是你要考虑的，尤其很重要一点就是你的海上的情况、海况，比如说风啊、浪的大小，然后还有你 vessel 你的船到底有多少 capability，然后尤其是在福士风力发电，它不同安装会有不同的一些，我们叫做 weather limit，就是你风跟浪的大小会很非常的 sensitive，所以这些都是在整个 model 里面会去考虑的。对，那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我们的 report 有提到这个 model。那最后就要再讲到一个叫就是维运的这个策略。那基本上在福士风力发电，它最大一个特点就是，哎，它坏掉了，可以把整个东西拆掉，可以拖回去。所以它最主要有一个 strategy 就是我们叫 tow to port，就是你把它 disconnect 你的那些 mooring line 跟 inter cable 之后呢，你就可以把它拖回去这样子。那至于你什么时候要拖，到底多远时候要拖，那这拖的时候又会有很多 weather 的 limit，那所以这也是一个我们会要探讨的一个问题。然后另外呢，有一些就是预防性的 maintenance，就是我们叫 preventive maintenance，就是你会去做一些检查。那可能最常用的是会有这些海下的一些无人机，或者是这些空中的这个drone，叫做无人飞行器之类的。然后就这些都是目前也在发展技术，要去可以降低人去 check 这些那个 wind farm 和 turbine。然后最后可能因为 wind farm 会越来越远，可能还会有更多的 SOV 那种大型的维运的那种船只，所以在海上服务这样子。那 again，我们 project 也有做一个这个叫维运的这个模拟，我们就是考虑不同 component 的 failure，然后会考虑不同的
天气情况，然后再加上你的 task，还有你的这些 vessel 的一些 limitation，我们去做一些那个模拟。然后最后呢，在接下来这个第二部分，就是要讲到这个浮式动力跟能源系统整合的这个部分。那首先呢，这个，我想先跟大家介绍一个整个能源系统的一个概念。那这个是一个英国的能源图，在2020年。那基本上可以看到呢，它这个是它电力的分布来源。你可以看到，大部分像风力发电在英国其实已经占蛮高，大概将近30%。那如果把其他 renewable energy 跟 low carbon 的一些 energy 算进来，英国其实做的还不错，有60%都是那个 low carbon energy source 在你这个 electricity 的这个发电的这个部分。那但是呢，如果你要看整个能源系统的话，你就会发现，哎，其实电力只占了呢，它英国能源系统的20%而已。你可以看到蓝色上面这部分，其实它天然气，基本上，英国的冬天的供暖主要都是靠天然气来讲，这是占了几乎40%这个能源消耗。那下面其他这个就是你开车其实消耗，这些消耗，开车这个 petrol 的，石油的耗能其实也是完全高于你的这个电力的消耗。那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台湾的这个比例。那台湾比例大概用电是大概占40-50%，那其他的大概占另外50%这样子。对。但是无论如何，就是能源系统它不只有电力的部分。虽然大家一开始谈到能源系统，可能第一个想到就是电力系统，但其实事实上还有很多其他的 sector 需要去考虑的。那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就是这个图呢是英国的一个 National Grid，它去提出在2050年可能的一个。其中的一个情境要如何达到 net zero？那你可以看到这个图呢，它最左边一样，就是它是个能源图。那左边是它能量的来源，那右边就是它作用到什么地方。那你可以看到，在这个情境中，最后呢会有基本上60% 的电力都是来自那个 wind power。那你可以看到很多都是那个。最后，你的天然气都会被使用，会被取代，会被氢气。这个是淡蓝色，是氢气的使用。然后，但大部分都会被电力化，会变成黄色部分。对，那这是一个 example 给大家看，说其实未来如果会有很多风的情况下呢，它会能源系统会发出很多电，但同时呢，它也会有很多的电把它透过这个透过。电解质氢去产生这个氢气，然后跑到另外一个部分去。那其中有一个比较特别，就是上面这个non-network generation。那基本上它这个就是代表说，类似离岸风电，它不产电，它直接产生氢气的这个可能。对，那后面呢，我来。那看完刚刚的 energy flow 之外，在能源系统中，其实它还有两点，大家其实也有时候会常常忽略掉的。第一个就是它在空间上，它其实有一些也有这个能源传递的这个限制在。譬如说以英国来讲，当你风很大的时候呢，你可以看到北部这个它会有很多的电，那就会造成说你的区域性的碳排，电力的碳排就比较低。那这个图就是。表示说，在不同区域中，电力碳排的 intensity 有多高？绿色是代表都是很多低碳，那红这个 orange 的 color 就是那个它的碳排其实会比较高。那你可以发现，因为西南部没有太多的风力发电，那所以它其实这个西南部或南部伦敦这个部分，它都会偏高的。那当然，它还会牵扯到各地不同 region 的一些 renewable energy 的 generation，对。那除了空间上以外，在时间上，这个也是可能常常会有人没有看到的部分。那这边就有一个案例，是我们在研究英国西南部这个 Southwest 的这个区域的时候呢，我们去做一些它 generation 还有它 demand 的一些 profile 的一些分析。那这个是英国西南部在2021年它的能源生产的一个
daily 的 profile， 那可以看到这个绿色的部分，这个绿色部分其实就是太阳能，很明显就是夏天太阳能会比较多，然后到冬天就比较低这样。然后这个 purple 这个颜色其实是风力发电，那其实风力发电它的这个间歇性其实也是很大的，就是可能会连续两三天风很大，或连续两三天就没有风。那这个是就是风力发电或再生能源的特性。那因为英国这西南部它是比较靠南边，所以它其实太阳能的 potential 是比其他英国的 deep region 还高，所以它真的安装量还蛮大。当然跟台湾比是大概就像台北一样的这个程度，就是它发电量其实不高的。那但是在同样这个图，如果你再加上另外一条线的一个 curve 的话，就是你说的 demand。那你可以看到蓝色这条就是你的所有你用电的需求量，你可以发现，第一，它冬天比较一样，冬天会比较高，然后夏天会比较低，因为这是主要是，在英国冬天会有供暖的需求，所以你会看到很多图都是冬天供暖用电会比较高这样子。那相较之下，你就会发现那个 renewable generation 其实相较之下是非常低的。那这个情况大概就跟现在台湾差不多，就 renewable energy 其实还在的比例还算是低。但在英国比较 tricky 的一点就是，如果你再把燃气的用量把放在同一张图上的话，你就会发现，其实这个天然气的这用量，它会有非常非常强的一个这个季节性。你在冬天的时候可以到非常非常的高，夏天就比较低。那你再跟那个刚刚那个电力比起来，你就会发现它其实是电力消耗的大概3到4倍。所以其实这会是在英国非常非常对能源系统最大的挑战，大概是在这里，就是你的季节性会有非常大的变化。那右边这张图给大家看一下，如果假设我们今天照前面那个图，我们把所有在英国西南部如果达到那个净零排放 net zero 的话，你要去做很多 electrification，就是你要去把原本用 natural gas 变成改用电或是改用氢气的话，你就发现最后你得到这个电力的这个 demand 会有非常强的这种季节性的 variation，然后短时间内你会有很大的这个 variation，那这就是会造成说你在最后能源系统你在要设计的时候，那你到底要全部都拿去发电呢，还是你要去产生其他的东西，譬如说像氢气，可以比较容易大量储存的。那这个这一些就是我们在 project 里面会讨论到。那右下角这个就是大概一个图，就是假设今天我们真的装了2 GW 的floating wind 在这个 region 的话，你会发现说，加上之前的 renewable energy 的一些 generation，你可以看到，其实在夏天的时候，它 total 的 generation 会完全高过你的需求，然后在冬天你还是会不够用，所以这个就造成说你可能需要有储能在。那大家如果提到储能，大家可能第一个想到就是电池，但是其实你就会发现说电池你不太可能是夏天储了以后冬天再放，你可能电池你需要每天都会有一个 cycle 才会增加它的利用率。那在这个情况下，你可能电池或是拿来发电并不是一个最好的选项。然后在这个情况下呢，所以在我们低碳能源系统，大家就会讨论说有不同的 vector 可以去做整合。那这里，我可以很快的跟大家看一下，我们在这边列了5种不同的，我们称作 energy vector，它可能会有你传统的石化燃料加上碳捕捉，或者可以发电、产氢，甚至会可以制造那个 ammonia，那或是其他的合成燃料。那 ammonia 的好处是你只要你有所谓的氢气可以从水来，再加上你的氮气，就是从空气来，你就可以在任何地方，只要有水跟空气加能源，就可以产生这个氨。然后像合成燃料呢，它就可能需要你要有二氧化碳的来源，你才能去做这些 synthetic fuel。那 基本上大家都可以知道说，如果你要产生这种不管是氢还是氨，你都会有一些conversion 在，所以当你越多的 conversion，你能源效率就越来越低。所以这是为什么？其实电力是某种程度来讲，它的
鲶鱼效率是最高的。当你把它转氢之后，你就多一层消耗，再转氨就更多消耗，甚至再加上这种 synthetic fuel 的话，那你的鲶鱼效率就更大。所以以能源效率的角度来看，你最好是要用电力。但是呢，如果你在考虑其他的一些其他因素，比如说这个 storability，就是你这个能源是否容易储存的话呢，基本上电力是最难储存的。那基本上你要把一定要把它转到其他的形式，不管是 chemical 还是其他形式，你才能把它存起来。那在其他的话，那可能 hydrogen 你可能比较好存一点，那 ammonia 就会更容易存，因为它比较容易液化。那如果是 synthetic fuel 的话，那你可能现在用在一些天然气或是的一些石油的一些储存装置，它就可以继续沿用。那这可能就是一个考虑的点。那其他还会考虑点，比如说你要怎么这种 transmission，你要有 pipeline 或是 hydrogen 可能需要 pipeline。那 electricity 的话，你可能就需要 cable，这些都是会一些需要考虑的点。那基本上这边最主要讲到的是，就是 在未来能源系统中，它并没有一个 perfect solution。基本上，最有可能的情况就是你不可能会全部都用电，你还可能还是在某些应用上，你还是要用氢气，或是甚至用氨，或是用这些合成燃料。那所以这是一个目前还没有人可以告诉答案说哪一个是最佳的比例。但是，very likely 就是未来这些都会有一席之地在。那最后这些东西要怎么样连到我们的福士风力发电呢？那我觉得很快跟大家提一下，就是在我们的 project 里面，我就会你这个不是风力发电，其实有不同的 configuration 可以去整合这样子。那最基本就是像前面看到，你就会有一个 offshore substation 加上你这些 cable 传到岸上去，你就可以接到你的电网，就可以用了。那如果你想要用在天然气或是在氢气的话呢，哎，你就在岸上再加一个 hydrogen production，就是电解质型这样子。那这时候就有人讨论说，哎，那如果你当你的氢气需求量很大的话，那你是不是可以直接在海上把它制造成氢气？而且你在海上会有很多的那个海水，你可以拿来当做你这个 water 的 resource，然后可以拿来制氢。所以这也是其中一个点的，很多人在讨论的。那除此之外呢，如果你这个 pipeline 很难建或是太远的话，甚至你还可以把它变成，把 hydrogen liquefy，就是跟现在的这种 LNG 液态天然气的运作方式一样，就把它变成液化，非常低温液化之后，再用你的船去运输这样子。然后，甚至是如果你是要在更长的距离的话，那你可以在，让传输更容易的话，你可以再加上这个，产生氮气的制成，再加上 ammonia production，那你就可以把它氢气，把它再变成氨，然后之后再从那种再手去转。那基本上呢，这些都有一些好优点跟缺点，但目前有一些研究指出，roughly，如果你可能在1000公里以上的 wind farm 或传输距离的话，你可能要用 hydrogen 会比较有效。然后如果你要超过5000公里以上的距离，譬如说你要从澳洲或是其他州去进口这些燃料的话，你可能 ammonia 会比较成本会比较低，因为你在那个 vessel 的设计上可以会比你这个 liquid 那个 hydrogen 还更容易一点。那时间的关系，我大概这个很快提过。那这个部分就是我们会先去做一些 revenue 的一些分析，基本上我们会去考虑用电跟氢气的价格，然后去考虑中三种不同的情况。那因为前面刚刚有提到不同的 configuration，那其中有一种就是你氢气 only，或是你那个整个系统只能产生电，或是你的系统是比较有弹性的，就是你可能可产电或可产氢，我们称作 hybrid system。那基本上我们也做了一些分析之后，我们得到结论大概就是 在早期，如果你在能源系统中你风力发电的 penetration 还比较低的时候，譬如说可能只有5到10%，那你这时候可能拿来发电是比较有效的。那当你的风力发电的量到了一定程度之后呢，你可能某一些可能会5%、10% 的时间，可能你会有过多的风力发电。那这时候你可能就可以考虑有一个 hybrid system，是当你电过多之后，你就可以把它拿来产生氢气，就像左下角这个图一样，它是某些 moment 它就产生氢气。然后但是到再到如果后来真的风力发电像非常多的时候，就像英国可能2050年那个 scenario 的话，那它可能就会变成说，你要直接，你系统其实直接产氢的话，它是会比较有效的。那这个是我们大概的分析。
那另外一个，我这个很快的带过去，有兴趣可以去看我们的 report。但是我们去分析了你整个 wind farm 在不同的 capacity 哦，这应该是500 MW，不同的 power capacity 下，还有不同的距离下，那它会怎么如何影响你这个平均单位每个氢气产生的这个成本？那基本上一样，我们是比较了三个不同的那个 configuration。那当然，这些都是一些会影响，你想要选择哪一个 configuration 的一些 parameter。那在这里就想跟大家提一下，刚前面提到那些 idea，其实已经有人在做。譬如说，这边有一个在苏格兰这边有一个 project，就是要做10 MW demonstration，就是不是风力发电的平台上，它装一个自行的一个 unit，所以它是可以在海上自行的。那右边这个呢，也是在苏格兰，它有一个计划，就是前面提到说你在海上制造氢气之后，你会把它转成这个 liquid hydrogen，在非常低温下，然后这样你再用船去把它传输回到岸上。那这可能会连关系到在苏格兰很北边，它有一些离岸风场的 potential 的地方，它离岸上非常的远，那所以可能在那个情况下，不管 electric cable 或 pipeline 可能都会比较难达到。那 最后呢，今天大家这个 talk，希望大家可以有得到一些 summary，对，就是得到一些 key information。那其中第一个部分就是，在 floating wind 的设计上，其实有很多地方都还有很多的挑战。那虽然这是个挑战，同时也是一个机会，就是让我们可以说，或许我们可以用一种更有效的方式去建立整个浮式风力的一个产业，可以让它，从一开始就把它设计得更好，会比传统的一些方法更好，这样子。那有关能源系统整合的部分，你可以发现说，其实离岸风电呢，它会有，它其实可以转换成不同的能源的形式，我们称为 energy vector。那其实这就可以让我们说，在未来你到底要如何使用这么大量的风力发电，你要产电产氢，这些都其实是可以有一个设计或讨论的空间在。然后你最后的决定会影响的能源系统很大，这样。那最后有一点，我觉得我最想要提的就是，其实很多在不管是研究或是产业上，很多问题其实有时候你在局部上太仔细看局部的技术发展的话，你可能会局限在某些地方，但是可能无法解决那个问题。但如果你退一步，从整个系统角度来看的话，或许你可以得到一些更好的一些答案。对，那以上是我今天的 talk，谢谢大家。